介绍这个，他跟我应该算是好朋友，然后又比好朋友更好一点的关系，有达以上。对，然后呢，他今天要演唱的一首歌叫 Anchor， Anchor 就是锚的意思。嗯，只要有他出现的时候，我就能够稳定下来。所以到底是谁？我没有帮助过他，都是他帮我比较多。哎呦，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神秘嘉宾出场。合唱吗？还有更感人的事情，第一句话讲出来，你可能会掉眼泪，真的会掉眼泪。怎么你踩到你的脚了吗？是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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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欢迎收看《小明星大哥班》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三立啊！哦，他们有说要转过来再拍。没来没来，我们没有得奖，你不要这样子，我们丢脸。没有没有没有。曹大哥哭了，曹大哥。曹大哥你好。太感人了。没有看到父女两个唱歌，那个是。
对啊，怎么太像，长得太像，没有太像，完全是拍点衬托出来。谢谢谢谢，那个是感动，而且你知道我们在演艺圈那么久了，你知道很多主持人的下一代都不是那么优秀，不是你这个。跟你聊天真的很可怕，没有假的，因为都是假的。因为我们也观察 Sandy 很久了，是真的很优秀，而且很有礼貌。谢谢谢谢，而且他未来的那个，不敢问，谢谢大哥。有谢谢。未来我可以叫你爸爸吗？未来可以超爸爸，可以。你是未来我们这个新生代的女主持人是最优的一位。没有没有，你把 Lulu 放在哪里？OK 啦，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时候就是你们未来，就是你们这一代，你们自己要携手去努力，一起努力，一起努力，没错，欢迎收看《小明星大跟班》。龙哥，你还真的跟你，这是三弟。真的要谢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啦，好不好？难得你这样搂着一个女生，我们不用阻止你的。对，而且我们搂成那样，缺那样，我们都。而且难得我们觉得那画面是温馨的，对，不会被人家骂说哦什么沙文主义啦，对不对？不要脸啦，变态啊，下流啦，这些太危险，这些都是我过去的功劳。你做的事情，Sandy的也要让他抽抽红包，一定要抽的，一定要抽的。我是八月十五嘛，但是呢，人家就觉得八，所以我就十五好。好，这个女人很有想法啊。哒哒哒。哎呦，哎呦，叫做厉害哦。哎呦，还不错啊。这什么？还不错啊。拥抱除夕。除夕才有吗？就是好，不然 Sandy 回家给你一个 bonus， 有需要吗？要不要换帽子？二选一，帽子还是有雨伞？雨伞要不要换雨伞？雨伞还不错，雨伞我们觉得场子不干净，我们想验票。可以再抽一个吗？你谢谢。Hello， 你要问主持人好不好？搞清楚好不好？我可以再抽一个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请抽，请抽。我决定要抽一个怪怪的号码，好，就是十一号，哎，十一号，来喽，十一号一一，看一下那曹大哥的脸，你不是来偷吃菜就偷红包，你这样子，曹哥骂你啦，不是，我要确定说有没有，这每个奖品都差不多，到底是八千八嘛，啊，看一下，不要太危险，来，有吗？叫做洗脚器。没办法，舒服哎，这个比刚刚那个好一点吧？哎，这上面我可以按摩，这个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把它这个给你，因为我要孝顺，百善孝为先，先给你用，那没有爆炸，你再拿来给我。对对对，好吧，确定安全再来。因为爸爸怕漏电。不会，那你就干泡，不要漏电，漏电两个人都不会活。谢谢，再次谢谢我们三弟。谢谢。